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有利于国际有限公司所代理的来自英国的品牌范图拉。由于它的车身是铝合金制造的，而且车身比较轻，重量比较轻，然后颜色也比较淡，非常适合女孩子骑车，可以适合骑去逛街啊，或者是爬山啊、游玩、郊外游玩之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